资料库，我们联合直播的视讯的节目，我们希望来跟大家讨论在争议性事件背后的重要的议题哦。这个议题的本身，事实上可能存在了非常多跟政治经济有关的因素，也可能是存在的一个制度上面的问题哦。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台湾面临到这个少子化的现象哦，这少子化现象其实看到了这个大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其实面临到所谓的退场或是关场的这个危机哦。其实在几年前永达科技大学还有包括高峰数位内容学院呢，其实也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哦，甚至他们已经被迫要退场跟转型哦。在这样的一个争议或是在这样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出现了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是说少子化问题也是一个解决台湾教育环境这个所谓的大学过剩的这个问题哦，特别是有很多的私立大学的这种所谓的他们的品质竞争力是比较差，甚至老师的这个竞争力也比较差，那么其实要退就让这些学校淘汰，那么其实反而会让台湾的大学是更为健全的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世新大学社发所的副教授陈正亮陈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阿亮你好。哎，钟翔你好。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学退场的问题，我记得在公库跟高教工会，其实我们曾经办了一个巡回的这个演讲，这个演讲其实就是公库拍了一部片子，叫做《消失的永达师生》。那在那个会后的座谈当中，其实我们有听到有些老师，特别是国立大学老师，就觉得说，哎，这个有什么？这些老师，这个大学退场啊，老师这个所谓的没有工作，那就赶快去找工作啊。那有什么好特别再去讨论的呢？反正这些大学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竞争力，那么退场也是应该的。身为私立大学的老师，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评价？这个评价恐怕在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对，那其实我们办那个活动，就是跟公库合办的这个活动，看到这个片中的老师，其实都是念到博士嘛，那他的教书的经验也非常的长哈、哦。那在这种状况里面，你说这个简单的说，因为这个学校没有办好，就把它称之为这一群人全部都是没有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了哈、哦。那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些学校没有办法办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高教扩张的过程里面，我们国家的资源没有真正投入进去，所以你设备没有办法提升，你的师资的人数没有办法跟公立学校相比，然后你照顾的学生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学生的素质跟一般的公立大学可能是不能比，老师要花更多的心力，然后你的课的时数会比较长，然后你将来退休的待遇会比较差。所有种种这些资源你没有把它投进去，那当然如果你是做一个私校老师，很多私校老师都是这样，他希望他最后能够流动到国立大学里面去，因为他将来的退休啊，他的工作条件啊相对都是比较好，他也比较容易申请到各种科技部的也好，教育部的经费也好，种种林林种种的各种条件齁。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老师他就会努力的去往公立学校移动哦。所以总体而言，因为你资源没有投入，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在这个制度上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私立学校他的这个教学的品质想要真的把它提升起来是有点困难。那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这些人是他的竞争力差才使得我们的私校的教育品质下降，你应该反过来思考的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的资源不愿意投入，那你资源不愿意投入状况里面，教育的品质当然会下降嘛，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你不能倒果为因说啊，
他们就没有竞争力嘛。对啊，我想我自己在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念过私立大学，也念过公立大学。那我自己教书也在私立大学教过，也在公立大学教过。我就是大概就是阿亮讲的时候，会去往公立大学流动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流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整个劳动环境或条件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哦。我记得我自己在念私立大学，我大学是念的是私立大学，但是到研究所念的是公立大学，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哦。这个感慨其实就是我从两个小事情上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我发现我念公立大学的时候，那个贩卖机哦，那个投币式的饮料只卖9块，可是私立大学卖的是10块。然后公立大学的厕所是有卫生纸的，私立大学的厕所当时是没有卫生纸的。这其实是在一个教学资源上面一个非常普遍的不足的现象哦。就你自己的观察，我们先谈教学资源这部分，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有什么样具体上面的一些差异呢？设备我们就不讲了嘛，各科系的不同的设备，这个差距都很大了，就是跟公立、私立跟公立的差距都很大了。你可能可以有很好的公立大学很好的一个设备，几百万，那这个就理工科而言嘛，那这个私立大学你可能东西坏了都。就是坏了，尤其是科技大学，坏了就坏了，你根本没有钱去更新了，那这是就硬体上的，你的图书设备也比较少，然后你的空间啊，这个包括甚至包括你的电脑，所有这些东西当然都差很多了。那在工作上，我刚提到，譬如说我们私立大学基本上教书的这个时数会比较长一点，有些国立大学它可以往下降，那我们私立大学要往下降，比如说有些往下降，包括你可能接了科技部的计划，或是指导学生等等，它会有一些减免时数的做法嘛。因为你已经在工作上去做了指导学生了，你已经做了某些研究计划了，所以你在教学的 loading 上就会下降。这样，但私立大学很难做到这个，其实就是没有钱嘛，它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的。但是你还要不要指导学生呢？还是要、啊？你要不要找这个科技部的计划？你还是要做啊。所以你这些相加上来就会变得很长，工作时间会变得很长。那你的有些学校，他甚至还做到，我们当然讲说他体质真的是很差的学校哈，他甚至会做到说，如果这个班级你的人数没有到我设定的，我就依比例折扣你的终点。本来我应该有三个终点的，但是因为我可能人数只有三分之一，他就给你算一个终点。也就是说，他一堂课他会先限制，假设是60个人，但是他其实只有20个人选修，所以他只能够算三分之一的学分。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他必须同样上3小时的课程，时间的付出是一样的啦。就这班级有30个人，跟有90个人，我上课的时数基本上还是一样3个小时嘛，但是因为人数不够。所以他就给你折抵下来，变成打折下来。我们一般称之为这叫人时制的，人跟时间的时合在一起，人时制的哈。那这一种的工作压力其实非常大，这是就教学部分啊。那另外私立学校经常也会要求老师去做招生，因为在少子化的这个过程里面，能不能先撑过这一波，是决定未来10年。这些私立学校能不能继续存活下来最重要的关键，他只要能够存活过这10年，他也许就等于是有些人就倒了嘛，那他就可以继续存活下来。所以这几乎都在拼招生，那招生已经拼到大学老师要到高中去啊，然后甚至是去跟高中的某一个班级的导师或是什么去谈，说你可不可以整班带进来，那学校可以某个程度上给这个高中的老师大学讲师证，帮他申请大学讲师证等等的，就是奇形怪状。补习班嘛，对，那就是补习班的做法，应该是 copy 补习班的做法。你只要能够招多少人来，我就给你什么好处。那这是就招生方面的，那不用讲说，这个还有要做产学。那甚至像一些老牌的私立学校，我前几天才听到静宜的一个老师跟我说，他们呢，如果你的产学没有做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他不会给他有升等的机会。那你一旦不升等，没有办法升等，学校又有一个限年升等的条款，那你不能升等，等于是你要被解雇就说你从助理教授没办法升为副教授，副教授没办法升为教授，在一个期限以内，那么你就会被不续聘就是你会失去工作权
算出来说你要去把外面的产学合作的钱拿进学校里面来，你才能够工作，保住工作。不过你这个是 sales 的做法。不过现年升等的条款不是在很多的这个法院的判决当中都判定它是违反这个大学法的吗？就是在不能够用这种所谓的现年升等的条款里面去做老师们能不能够这个续聘的一个依据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刚谈到把招生跟招商作为，就算不是现年升等，可是也作为一种升等的这样的依据，这个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令呢？就是教育部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又是什么？基本上我们当然是认为说这个是违法了哈，为什么法令呢？其实违背了我们在教师法里面对老师续聘不续聘的规定了，那等于学校他可以恣意的设定各种的工作条款、工作规则，你知道不符合我就不续聘你。那教育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是大学自治的范围。但是呢，大学自治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针对老师设定各种不同的条款吗？这在2016年，就去年，最高行政法院都有很多的判决出来，认为这不可以的。但是呢，这是针对一些老师已经丧失他工作权，进行了行政诉讼之后的一个判决结果。那他还没有变成是我们整个政策的方向。也说，除非你去救济，你遇到这个状况，你去做行政救济，进行行政诉讼，然后你最后得到这个结果，你个人权利可以获得保障，但他还没有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政策的这个翻转哈，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了。那我刚讲就是说，私立学校老师在做产学这一块，他有很多假产学，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那其实你不要看说这个东西的好像也没什么，反正你就是努力去做产学嘛。其实你在很核心的意义上哦，这个学生都看在眼里。就你最后还伤害的还是教育的本质这件事情，你其实都在作假。那学生说，反正你们都是在作假嘛，上行下效。对啊，那你其实这怎么办教育？你其实办不起来啊，真的没办法。那你说品质的问题，当然有专业知识的品质，教育品质，你也有道德品格的品质的问题啊。那你不能够老师都这样干，然后你还满口仁义道德，这也不对啊。回到你刚曾经谈到过的这个人识字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知道私立大学的学生其实相对之下人数是比较少的。那如果再加上人识字的话，假设一个学分它被要求是60个人，但事实上因为人数少，所以它就很难去填满这个60个人，所以显然它就是一种变形的工时或是一种变形的工作的形态。可是，在这种变形的工作形态的状况底下，还要再负责招生跟招商。那这个不会是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私立大学的老师即使他有非常强大的功力，即使他有非常厉害的研究的能量跟教学的能力，他有机会能够发挥吗？他大概几年之内就被炸光了啦，完全炸空了他的各种的热情吧，应该可以这样说啦。就是你不可能让一个人不断的做这些事情嘛，这是做不到的啦。所以能够离开的就离开啊，那不能够离开的，就是他会劝年轻的人不要进来啊。所以他有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我如果能够走，我一定赶快离开啊，不能够走的，我就劝年轻人说你不要再进来了。所以这个年轻的博士，你知道遇到现在的老师，大部分都跟他们讲说这个环境真的很差，你不要再念博士。你念完也没有用啦，你会遇到这个状况的啦。那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症结就在于说，我们的教育资源不愿意投入，我们在大学扩张过程不愿意投入。好啦，大学扩张的过程，我们让大部分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这没有问题，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资源不投入的结果，你就是同时伤害老师，同时伤害学生。那现在你说我们是不是就用市场的机制说他们办不好就把他全部都赶走呢？那你这不是二次伤害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倒果为因
的一种结果，就是其实一开始如果要谈竞争力的话，那么这个竞争的基础是不是足够？就算有些是私立学校，它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董事会的钱，可是从一个普遍的教育的概念来讲，国家在这个不同的学校里面的投资，或是不同的这个应该要有的经费，它是不是充足？或者是说这些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在先天上面，包括它资源，包括它的条件，都已经有很大不足的地方。那么在这种不是相同的这种所谓的起跑点上去谈竞争或谈竞争力，恐怕都会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不过，我想私立大学所面临到的问题可能不止如此，特别是私立大学的老师，很多的私立大学老师会转到公立大学，除了一般的这个劳动条件之外，其实跟他的退休的这个退休金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过头来跟大家谈到私立大学老师所面临到的困境，特别是在退休金这个部分，到底跟公立大学有什么样的差异。你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园仔报新闻。中南部连日霾害严重，一群不愿意继续忍受肮脏空气的家长，1月12号的时候，在台中市民广场发起了亲子主妇齐举扫把，要求政府扫除天空霾的活动。十几位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拿着自制的道具，演出打击霾害大魔王的行动剧，邀请民众共同参加即将到来的2019反空污找蓝天大游行，并且他们呼吁政府真正的捍卫中南部居民的环境正义。主妇联盟台中分会副会长许欣欣当天就自备了检测空气品质的空气盒子，他表示当天行动现场的 PM2.5 数值已经达到对人体有害的程度，他呼吁大众应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他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参加今年2月1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日的反空污大游行，以实际的行动向当权者表达他们的主张还有不满。台铁产业工会在春节期间依法休假，台铁认为员工没有依照合法的程序请假，春节过后已经寄发了300多张旷职单，等到走完程序，情节严重者最重将处4天旷职，记2大过免职。工会批评，依照劳动部105年9月份的公文就已经表示，台铁员工在国定假日适用劳基法，出勤加班需要经过劳工同意，春节休假绝无不法。他们也已经向法院与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工会强调，春节休假不是要影响民众的权益，目的最主要是让政府能够重视台铁员工过劳与人力不足的问题。工会也表示，如果行政院和台铁都无视之前的法规，他们将在2月9号走上凯道，向总统蔡英文争取该有的权益。黎明幼儿园保留行动、自办重划受害者联盟等团体，2月3号到台中地方法院前表达不满，因为去年11月23号，市府重划会和幼儿园3方协议，同意幼儿园缓拆半年，但是现在恐怕生变。幼儿园指控重划会不理会协议的结论，在过年前发函法院要求继续执行强制拆除，还强调并未同意缓拆。不过重划会强调，并非现在就要拆，而是先走该走的法律程序。台中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当天邀集市府及双方当事人进行本案强制执行事件的调查。对黎明幼儿园的争议，台中市地政局表示，市府已经积极介入协调，并且有具体的会议结论，呼吁双方都应该依照协调会决议的办理，让这件案子能够圆满解决。看到这个大园仔报新闻的这个段落当中呢，我们知道中部的这个环保团体哦，或者是中部的相关的这个社运团体呢，在前几天也开始的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要为了2月19号全台空污反空污大游行来进行暖身哦。那事实上，对于住在中南部的居民，每天都面临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紫爆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哦。那个空污，如果你是中南部的这个观众，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感受到那个空气其实常常是非常糟糕，甚至
再加上比较冬天遇到大雾的时候，其实那个雾跟夹杂着雾霾这件事情，会让很多人在呼吸上面，甚至你所亲眼所见的这个地方都会更为这个有限哦。那在整个呼吸系统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事实上，大概在两三年前，台湾的反空污团体等等的环保团体都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倡议的行动，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看到了政党轮替在这部分的改善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哦，也邀请大家在2月19号的时候也能够一起上街，为了自己的健康来把关，为了自己台湾的整个空气的环境的变得更好，甚至整个台湾的产业的转型，来一起努力哦。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谈到的是，在台湾高等教育当中，这个所谓的大学退场，特别是这个大学里头的私立大学老师跟学生的处境的问题哦。在这里，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世新大学社发所的副教授陈正亮。阿亮你好，哎，同学好。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谈到的很多的私立大学，其实跟公立大学比较起来，他们在资源，就是国家投入资源上面，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落差。那这也导致他们在所谓的劳动条件、教学品质，甚至他们还必须要负担起招生、招商的工作，成了一个业务员哦。不过其实对很多的私立大学老师而言，他们刚刚也提到说会转到公立大学。当时我会从私立大学转到公立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哎，当两边的这个所谓的工作环境是不太一样，例如说，特别是到公立大学当中有减免学分，那他的排课也不会那么的密集，他的教课的时数上面也不相对之下没有那么的高。可是我后来才发现，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两边的这个退休金事实上差异还蛮大的。这是我当时从私校转到公校去任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可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嘛。是哦，这个现差距非常大哦。就我们工会的计算呢，当然这个计算基准，就是有人会抓20年、抓25年退休、抓30年退休这样哈。那不管哦，我们大概平均抓一个25年。那就退辅的这一块啊，就一个公校老师他退休了，跟一个私校老师他退休，大概差距会有大概这个70000跟这个2万多、25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差距。70000跟20000是之后每个月退休之后每个月领到的。有些是不能这样计算，因为有些是1:0嘛。但是我们可以猜，以你的平均余命来把它拆成每一个月，所以算起来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把它平均掉之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所得替代这样。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的月退，以月退来作为计算。当然现在在年金在改革嘛，我在当然讲说还没改革的前提啦，差不多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说，我们的退辅这一块，私校老师呢，他是自己提拨自己每个月的薪水进去一个自己的账户里面的，那这个称之为叫做确定提拨，就是你就固定放一个钱在那里嘛，那退休的时候你把它拿走嘛，这样哈。那公校的退辅是根据你要退休的时候的那一个薪资的状况，然后再乘以一个比例，每个月给你钱，所以这叫确定给付，比较接近就是依照你最后要退休的状况，然后给你要退休前的某一个比例的薪资这样子。你的意思是说，从那个名词上面来看，一个是提拨，对，就是提拨是自己给钱，自己给。那一个是给付，给付就是别人给你钱，这个别人指的就是政府或者是你所任职的这个学校。那当然任职的学校是公立大学，它当然背后也是一个教育部，也是政府。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是说公立大学的老师就不用提拨、哦也是要提拨了，跟私立大学提拨了一样哦。但是问题是他最后在领的时候的计算公式就不同嘛。因为我们就是提拨多少领多少嘛。他是要你虽然提拨，但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水库里。那最后再依据你要退休前的这个薪资，给你一定比例，跟你算你年资嘛，给你一定比例的钱，所以你最后退休会比较有保障。那这个差距，如果我们因为还有另外一块是公保啦，公教人员保险啦，那另外一块先不看的话，光就这一块它的差距真的是就15000到60000的这个差距。什么样的15000到60000？就私校是15000，就这一块啦，当然还有公保啦，就退辅这一块大概15000私校的，60000是公校的，可以差到这么高。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公校这边的给付是来自于校方或是来自于国家，是。可是私校也有资方嘛，对不对？是。私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是一个资方，也是他的雇主。对。那按照劳基法，雇主不是也要提拨？他也相对提拨，所以私校在退辅这一块呢，老师自己提拨，学校提拨，国家也提拨，所以差不多各三分之一啦，这样。公校这一块是私校。公校。我讲的是私校、哦嗯、私校是、在退辅这一块各三分之一、嗯啊、放在你自己的户头、嗯、最后你把它领出来、嗯、那公校呢是你大概是三分之一，那其他就是国家的了、嗯、哼，其他就是最后要给你多少钱的问题了、嗯哼嗯、是这样。那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一开始在制度上面，在这个所谓的提拨上面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嗯、因为早期我们国家在办私立大学的时候、哦并没有管到老师的退休的问题，基本上是放任的，没有管的。所以以前我们甚至没有这种所谓提拨的制度，我们以前叫做 N 级制。所以 N 级制的意思就是学校全部付到底啦。但是那个付到底当然有一个公式计算嘛，现在还是很低啦。但是学校全部付到底，但是如果你中途离开了，你没有达到退休要件了，你就没有了。这样，所以基本上是更没有保障的嘛、哦。那后来建立起来的制度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退休的制度，所以我们自己提拨，国家真提拨，那雇主就是董事会、校方他们也提拨，才变成这种三方提拨，然后放在你个人户头的方式。相对于以前的 N 级制，当然是一个好的啦。哦、但是你这个的差距仍然还是太大嘛。所以就退辅这一块是这样。那另外还有公保，公保相对来说就好一点点，好、嗯哦，这好一点点，它比较接近说，我们大家提拨在一个公教人员保险的这一个水库，那最后要离职的时候，达到条件要退休了，他再依据一个比例计算钱给你，每个月给你可以领月退啊，这相对就好一点，但是两个加起来都还不及光公校退辅这一块的一半。所以那个落差事实上是很大，非常巨大。私立大学不同学校之间、或者是不同的年资之间，也会有在薪资上面、就所谓的相关的退休金上面的一种差别吗？你的意思是说在教授级吗？还是在教授级跟副教授、助理教授当然是有差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会跟年资，或者是会不会有些学校说，我比较没有钱，那我提拨相对就比较少。或者是他其实甚至会出现相关的这个、不愿意提拨的这种情况产生了。目前倒是还没有听说学校敢不提拨的啦，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啦、就公教人员保险法跟这个私校退辅的办法这规定的啦，这还没有听说不提拨的。但是当然你最后能领多少跟你年资有关嘛，如果年资只有十年，我可能这个领的就很少嘛，我一定要年资到一个程度，慢慢累积才会多了。所以，我们刚算的是，譬如说，你大概以现在平均公校跟私校平均的退休年龄，就大专这一块而言，不止中小学，不管它的话，它大概是58、60，大概平均是60岁，大概平均60岁退休了哈。那我们因为念到博士再进入职场，经常是34、35岁了。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所以你大概做25年吧，到60岁，差不多是这样。平均的状态，平均状态里面，那私校老师会不会做的年资是比较短的？越来越短，越来越。为什么越来越短呢？因为接下来学校不是要整并，不是说整并啊，被退场嘛。对。所以他们根本就很难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达成退休要件。他根本达不到那个退休的条件。我们在私校的这个制度里面，也没有资遣费的这个规定。劳工有资遣费嘛，在劳基法里面有的，那我们也没有，所以基本上是你只有拿到最后只有拿到你很少的这个我们在制度上的公保跟退辅，拿到非常非常少，而且它年限会越来越短，因为很多学校它甚至在学校财务状况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就未雨绸缪的把老师都赶走了。
所以即使应该这样讲说，即使他做的年资到了退休的年龄、嗯，但是他实际上拿到的退休金其实是比公校、哦、那完全不能比。但是绝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私校老师，他其实因为整个学校财务状况的问题，或是国家想投注的资源减少的问题，那他根本连做到退休的机会都没有。没有错。那当他没有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资遣费。没有资遣费的，原来的刚刚谈到的相关的这个所谓保险的这种给付，譬如说你公保规定你要到至少55岁嘛，嗯，那你在50岁就被这个资遣了、嗯，那你就是等到55岁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领嘛，嗯、那你年资其实也很短，对不对、嗯？你可能才十几年，然后年资又还没有到年纪又还没有到能够领公保，你又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去领哦、嗯，那这段时间你怎么生活？嗯、不知道。那另外这个退伍那一块，当然就一次领下来，而且那个钱我们刚刚讲过是非常非常少的，嗯，这样，所以我遇过一个做了十几年，然后被学校资遣的老师，他说还领不到100万嘛，嗯，才50出头不到啊，啊，没有，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人，他说这些钱呢，我3年就花光了，嗯，3年前的一个老师，嗯，不过我想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嗯。但是你自己要到私立大学任教的吗？哎、啊，可能是你没有本事到公立大学嘛、嗯，那有什么好抱怨的呢？那类似的情况也不是只有在私立大学啊，有很多的一般在私人企业恐怕有类似的问题。那为什么要特别去关注私立大学这一群老师们呢？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跟一般的私人企业没有什么两样了、嗯，对不对？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投入经费呢？为什么要管我们的图书设备呢？为什么要管我们一个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应该维持在哪一个规定呢？因为它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事业，所以我们培育出来的人员的人才，不管他是在公立学校也好，在私立学校也好，他将来都出社会，变成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教育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公共的事业，它不是一个私人的企业。你不能够用私人的企业的概念去套在教育这个公共事业上，你一旦套上去就惨了。惨的原因就是学生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培养人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再被重视。我们对知识，这个国家的知识状况不会再关心，就他知识好不好不管，反正他只要市场状况去有学生就继续经营，没有学生就算了，那有钱就办，没有钱就算了，那这不是对待教育的基本态度吗、哦、所以我们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的规定去规定、教育里面应该要有的所有的设备，所有的比例等等，所有的资源、哦、那表示说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情嘛、哦，所以它是公共的啦，嗯，也就是它跟一般的私人的企业、私人产业的概念是不同，就像特别谈到是一种公共，不管它是一个公立大学或私立大学，是它都是一种所谓的公共的事业，或者是公共属于这个公共国家的一种公共的财，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关心，而且在相关的资源上面，它都应该要去特别的照顾哦。但是在面临到这个现况的时候，的确我们看到私立大学跟公立大学老师的这个退休金有这么大的差别。工会的角度是什么？工会的立场是什么、嗯？工会想要怎么去改变这样一种现况？有改变的机会跟可能吗？因为这一次整个年金的修改，虽然国家在这个年改会开了20几次会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所谓备案嘛、嗯，那这个备案里面有提到一个原则，希望我们的所得退休，这所谓的所得替代率啦，退休之后所得替代率能够不同的身份都达到60%。那当然军工教有些是比较高了哦，那他要把它下降这样，但是你说要把它调到60%，就我们私校这一块现在的替代率，你就工作了25年、30年，大概只有30%左右，几乎还有一半的距离耶，哦，那这个要透过这一次的年金里面去修特定的这个办法才做得到，它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的哈、哦。那做得到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只要去修改，譬如说我们提拨的比例把它变高，然后我们在公保那一块的这一个给付的那个比例把它调高，的确是有可能能够让我们往上。所以，我们工会是希望说，就私校这一块要向上去看齐。如果你今年做不到，你至少要规划一个能够将来到达平等的这一种步骤时程，你要有个议程的规划。一下子做不到，大家都
没有问题啊，也没有人可以一次到位嘛。嗯、但是你得有一个方向，你要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要有步骤性的来做、嗯、哦。那如果你连这个方向都没有，连向上看齐，让公司、学校、老师的待遇，在退休之后的这个待遇齐平的这种原则都不存在，那就真的很有问题了。哦、那就是重复过去的那一种历史状况嘛。哦、是对学生不公平，对老师不公平，对很多都不公平。所以我们应该先确立这样的一个原则。只要国家愿意确立这个原则，那我们应该去来思考说 ，OK， 我们怎么样逐步达到它？你花十年也没关系啊。只要你能够达到，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嘛。嗯哼，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就是我们再次的去重新的再去讨论所谓的失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它是一种所谓的公共的，那不管从它过去的这个资源了这个所谓的来源，或者是来自于这个从教育国家教育的定位来讲，它绝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养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哦。当然再回到我们最原始在谈的这个题目，既然它是公共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让这些不同的学校都能够有相等的，就是所谓的相对平等的这一种所谓的资源的使用哦，否则就会出现这个失效，它可能就会被迫要退场。但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说，失效的老师他的能力并不会比较差。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说，失效老师的努力绝对也不会比公立的老师更少，甚至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努力哦。今天非常谢谢阿亮来上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请教陈正亮相关的议题。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了，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忘记要笑。